姐妹们，吃中午饭，吃中午饭。今天换一下口味的啊，吃点那个米粉。哎呀，早餐没吃好，饿，好想吃。我发了一家我们家这个剁椒娃，这个剁椒娃蒸鱼头真的好吃啊。这个剁椒娃里有那个姜，有大蒜子。发的剁椒娃好辣。这个剁椒娃是小米椒，这天吃了，今天换下口味。湖南米粉，这个除了我家的辣肉，你看见我这碗粉真的好吃啊！你们别嫌我送牙齿松啊！我别牙也松啊，所以我吃东西咋的呢？打点鸡蛋，牙齿松了，老虎啊！吃了好就减减肥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一碗不多的吧？看你家子的干锅。湖南米粉就是好吃啊，白菜不好吃。妈呀，吃牛皮筋，笑死我了。还差一点没吃饱，太少了。还不是这个，我的牙齿只是会吃肥肉啊。过点汤。